伊那时候常听别人用一个词语夸自己的孩子，听话。我始终不明白听话有什么值得夸奖的。后来家里有了个小娃，有点吵，才知道听话是每个父母梦寐以求的优秀品质。一个听话的可孩子能给父母省略了千千万万的不容易。比如两孩子在柜台前看到自己喜欢的玩具，一个撒泼打滚非得要，你怎么讲都不听，让你延绵失禁还花很多钱。另一个听话的也想要，妈妈好好跟他说几句他就听了，说家里有差不多的就算了。这只是一件小事，但无数个日日夜夜汇集起来就是巨大的差距。一个不听话的孩子真的能把人的耐心磨完，所以听话的孩子真的像小天使。我也一度觉得听话真的是夸奖孩子最美妙的词语。二后来韩哈发了一篇文章，他说我当时只是起床突发奇想随手一写，图个押韵，那时要是写了喜欢就是克制，但爱就会放肆呢，不禁失笑。生活中这样的事太多了呀，有至理名言出现，就有很多人不假思索的去引用去追寻。所有的语言和道理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存在的，在你生活的情境中，这还是不是真理，只有你自己才能感受得到。我们不拿看到类似这样的文章，做到这几点才是真的爱你。于是就有人拿着这几条标准衡量自己的男女朋友，但凡有一条没做到，就一票否决。我一直对这些抱着定律去检验感情的人持怀疑态度。且不说人与人相处有很多种模式，如果一个人连感情都无法用自己的感官感知，用自己的心去体会，而是用定律去解释，不是这段感情有问题，就是当事人还是个巨婴。三他们很听话，可能小时候听爸爸妈妈的话，长大了没有人可以听了，就听所谓名人的话。总之他们需要有人在前面指引，最好有一些定律按着去做就可以。前段时间有个妈妈跟我讲，她的孩子读初中了，有些叛逆，有一天又不听我话，我很生气吼她，你现在都不听妈妈话了。后来孩子的爷爷跟我说，你一直让他听你的话，那长大了呢，听谁的？再说你现在的话都一定是对的吗？这个妈妈听后恍然大悟，我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孩子？听话是一项绝对好的素质吗？从此后他让孩子自己去分析事情的利弊，如果他觉得妈妈说的话是有道理的，那就去做，如果没有道理，那可以自己决定。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在三观正的家庭里养育起来，相信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还是有的。似有些时候我们内心深处也会渴望无可奈何发生，不是自己的选择的，但是就已经这样了，我们就得按照这个方向去做，或者我们渴望有人替我们决定些什么，这样就算结局不太好也不是自己的错。这样的思想其实就是逃避的一种方式，也是没有担当的一种表现。长期听话惯了，可能已经失去了自己思考的能力，小时候跟着大人的思维，大了就跟着社会洪流走，走着走着就丢失了自己。与其培养一个听话的孩子，不如好好培养孩子的思考力和判断力，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为自己负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